您昨天有抛出说想要拜会王世坚议员，那有这个规划吗？未来？我因为我是空中喊话，所以其实世坚议员我们很熟啊，那么我常常在议会里碰到他。那么当然这次选举里面，我也很感谢他对我整个问政的他对我的肯定，所以容我有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他会不会见我，所以我其实是很想来拜会他一下。那他有讲说，我们一起来当讲师。那但是我想跟世坚议员说，就是他在议会好好的去监督蒋万安，那么让我进入国会啊来监督。那么特别是大家也知道，那么最近啊，因为有很多论文抄袭的事件，那么很多人都提到就是陈明通他的去留问题。陈明通好像是国师，所以呢让我去监督国师，让我去质询国师。那么王世坚议员他好好的监督蒋万安，对台北市政一定有好处。